吼、哦、要在凡尘啊踢铁板哦，踢得厉害一点，知道意思吗？就是生活之中哦，要充满挫折啦。你太顺利了吼、哦，让你赚钱了，让你有社会地位啊，哦，你就贪恋凡尘了，就不想修道了。哎，啊，这个全部吼、哦，哎，到处都碰壁，哎，都踢到铁板。才会死心塌地好认真修道，对不对？哦，很现实的哦。哎，太如意了，表示哦上天要把你圣考考倒，所以你太如意了哈、哦，就是要小心呐、啊。上天没有你倒，没有你跋跋倒了，会不会？绝对跌倒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学习跌倒。为什么会爬起来啊？对不对？哎，上天要考我们那是很容易的，好你赚到钱，好你社会地位阁有，啊你阁要想修道嘞，啊我无用，我无用，绝对有借口啦。啊，我们修道哦，不要找借口哦，就是要脱离苦海哦，为求做佛，这个是最究竟的哦。成佛了以后啊，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。可以时时刻刻度化众生，不管到哪个佛世界都可以去，不是最理想吗？